大家好，我是杨金红。如果你已经满了十八岁，是新西兰公民或者永久居民，且你在新西兰居住十二个月，你就可以参加新西兰大选的投票。但是，在新西兰，投票流程是否真的安全可靠吗？透明国际给出了肯定的意见，他们认为新西兰是国际上最少腐败的国家之一，且他们给新西兰此项排名是世界第一。让我们暂且把他们的评价放在一边，一起来看一看你投票以后这一投票系统是如何运作的。在投票日那天，您会在一个确保机密的选票台前对您的选票进行选择。你的选票上面不会有任何对您身份的标志，是为了确保每一个投票者可以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。在投票完成后，选票会进入密封的箱子等待计票。计票将进行两次，第一次是在大选当天，这是一个计票初步结果会通过媒体公布。第二次进行的是官方的精细计票，需要两周时间。这一过程还将被太平宣社和一个党派的监票员共同监督完成，以确保其过程符合程序。六个月之后，这些选票已经完成审理，将在不开放的状态下被销毁。这就是新西兰大选投票的流程，所有的一切是为了保护你的选票。你是否已经登记？请扫描一下二维码，或请您登录 iVoteNZ.org.nz 查询